用几台？啊，伊个就是咱私人的迄32台拢在走嘛。有。啊，因为即摆是。咱市政府买，那个囥了用哦。啊。过来来，这样哈。我所给你调的资料吼，恁的缺点啦吼，公车的缺点啦，调出来吼，这司机就会使解决的啦。你另外种的吼缺点，什么？会使恁轮胎、波胎，这恁嘛是咁样写出来了吼。啊，过来第二位的，迄个座位底下的座位会漏水啦吼。啊，过来。迄、那个蜂鸣器小声啦，迄喇叭都调整一下就好啊。那因为查这拢写写出来，拢算哈，对无？对啦，阿吉王，你像这台261U8，哎，这问题是对哪三个啊？啊，啥问题？你念我听。哦，你刚刚念三个嘛？第过来讲右转时脚接盘异音很大嘛？前车厢不爱做安全带脱落，回转时有叽叽叫的声音嘛？安全带脱落，这是不是用螺丝锁的对噻？啊，像驾驶座的门打不开啊！啊，这种的吼，哎，这拢简单的代志。不是啊，这车买落来无偌久了，已经安尼啊嘞。咱有报告期无？有两档。有啊，啊两档你都唔叫来用。啊，拢有咧用啊。问题是车买来无偌久的，拢安尼。这哪一般咱买新车买，咱若买自家用的，早就更换一台新的啊。不唔对啦，报告机你爱怎用啊？你安怎报告机？啊，你这种的拢专一挂细项物件，参遇到你嘛提起来讲，对无？司机教育无好势，遇到你嘛讲啊，车遇到你嘛咧讲，对无？毛病刚好遐济，这毛病是真济啦，这也自家用。毛病真济，我就甲你讲，我司机我就会使甲你处理掉啊啦，对无？我嘛爱免阁叫迄种个啦，爱免阁叫迄个宇通来的啦，对无？爱免阁叫汽车厂来的啦，对无？哦，所以这小花工课啦，尔，那边较早我做司机的时候，我就爱家己处理啊。即摆时代无同，即摆司机无遐认真上议员安尼。啊，时代无同吼，即种个都足简单的，你有保养厂无？你讲保养厂有咩哦？大。咱市政府无即个保养厂啊，啊无你即马保养拢想保养，即马放一个人流客运内底保养啊，啊宇通的技师去人流客运内底啊。有啊，啊这种车我就甲你讲吼，恁的管理歹啦，一个司机一天换一台车，一个司机换一台车，对无？我今日开的派去，我就甲带你边啊去啊，对无？明仔毋是我开这台啊，我来去甲修理，对无？所以你这缺点啊，拢是小缺点，拢不是大毛病呢，对不？哦，啊，你都无固定车啦，我今日驶驶，对不？车安怎？以后我等我妈妈来讲，反正我明仔载不会驶，我明仔载我驶一台啊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管理上都有问题啊。这些毛病拢是你管理的问题，不是车的问题，对不？车来讲，车拢未歹，对不？我买一台车，我来驶几十年，驶迄路啊，但我未歹。车嘛开无，啊新车来，啊新车来嘛一定迄路啊，对不？新车来嘛小毛病嘛一定有爱去抓啊，对不？啊无你大陆，像我即摆咧进车头，大陆的技师来爱来啊，对不？嘛是毛病嘛是伊爱抓家抓好啊，对不？啊，有报告期两年，啊，你无爱用？有啊，拢咧用啦，真的。有咧用啊，那有这毛病？啊，这就是拢报销的啊，报销的。哎、欸，啊报，即我同你讲，报价叫迄宇通的技师来修理，啊，更修理就够问题。啊，嘛把车开到两十吨去啊，啊嘛把发电机几台烧去啊。啊，我就甲你讲吼，啊，开无一单的车啦，唔是啦，这是你管理的问题啦，不是车主的问题。咱车你啦，咱管理咱吼。咱的管理，咱啊管理无好，车的毛病就一定较济啦，对无？啊，无甲你北联去卖的，对无？啊，佫有迄司机甲你北联去卖的，对无？所以你车济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管理你爱改进啦，爱改进，对无？司机吼，啊佫来退练的啦，对无？佫来退练行的啦，唔是安尼啦，你啊，
对无？是即卖时代较无可能啊，无较早的车司机会甲你退让，对无？哎，会甲你退零件咧，新的零件佫甲你退旧的还会合理咧，对无？哦，所以这是安尼啦吼，咱管理上有问题，不是车主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要报告，一定要报告好。啊，你拄仔你讲蓝线你不做了。啊，不做的，你那些车子64台，你要跑哪里了？64台，你要走对，我问你啦，你敢要走台中车头甲正义啦，你啊，对不？啊，敢要袂伤浪费？一台车偌济，你知无？一台车1370万。对哇、啊，啊，千几万的车囥在遐哦，拍入，无你马上去做一个车库较大来，该囥起来，这博物馆。我即摆五车遐就有一个保养厂啊。对啊，啊你一天几台咧走？一天咱市政府18台咧走。啊，18台。啊，民间咧32台啊。啊，民间咧32台，总共50台咧走。无啦，啊咱几台休困？咱有14台咧休困。对啊，啊一台1300几万，你14台咧休困。啊，所以我即摆嘛无了解，当时搁买14台，毋知要创啊？对无？啊，迄句就是继续要做啊！啊，你叫你无爱做啊！你就是前朝没有无联系的啊！啊，伊都去五车，伊在路草，迄几个车站嘛拢也未去，啊，就先去买14台。啊，迄句就是延伸啊，买延伸盖，延伸来拖木个车站拢起好。啊，无迄句咧，四星石是要创啊？无，因为买来报告了开始算啊。对啦，啊，迄句是要继续开始一直做啊，啊是。是换人了，不爱做啊！啦，迄车子嘛，到今咧，西延线咧设计拢还未设计了的啊，啊嘛还未起啊，所以应该是当时爱起好，才开始订车买一排就好啊。当时是我个要求讲，一定爱延伸四星石，咱过来规划会较好规划啦，对不？咱车队咧走咧到地啊，你咩规划就较好规划啦，对，是不是安尼？是啊。啊，所以啊，要安尼规划。来到恁，我做。我那走一两个月去呢，所以迄油那开真侪钱咧遐呢。啊，你即摆你讲无爱做，对无？不是个，只甲你要求讲两扎的，一定要延伸到日本地区，你做起来无？我探讨者啦，啊，探讨者，我久。探讨多久啊？你探讨四年，你下任你？无啦无啦，等阮7月7日做一两个月啊，甲家议员报告啦，好无？甲迄无关系啦，吼、哦，跟那个不一样啦，吼、哦，我希望讲吼、哦，3个月，你甲评估，我是听讲吼，各地方你专门咧评估一寡遐车流量啦、社会遐是毋是安尼？过去的少年的时阵啊，少爷对啊，这个你着算内行的啊，公车你着算做内行的啊，对无？你会使评估咱的人客安怎样啊坐啊？啊，你即摆拄来，你会咧甲伊问？三个月会使。对无？去年甲今年增加向济人，啊，你要甲停掉？3个月会使，嗯，对无？好，3个月给我评估，好，对无？评估到同安处，日南同安处，你知无？我知。哪一个地方？个日南个鬼啊，同安处啊。边疆啦，关界、市界啦，对啦，各地上各地去加万里，加万里啦，嘿，加万里，对壁啦，嘿，对，哦，嗯，啊，南平高铁啦，你来讲高铁吼，你走九三的咧走，九三就是安怎样来，你知无？九安怎来，你知无？我相信你原来唔知啦，嘿，我唔知，对无？伊个就是 BRT 的前身啦，对无？哦，所以你要去考虑了哈，好、哦，3个月，哦，评估你爱听我。